来看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是世界上正出名百年的关山铁路。公共电视有和日本 NHK 合作，头家用 8K 摄出高品质的影音，来记录阿里山的水，也够铁道文化。七月初四的时会伫公司放送，啊那 AM 会先伫中正纪念堂的艺文广场举办大型的户外首映会。这条铁道是阿里山的命脉，穿梭纵横在起伏的山峦之间。透过艺人桂纶镁华丽的石榴，带领观众入去阿里山森林铁路的世界。这条路线是真出名百年登山的铁轨路。公司甲日本 NHK 合作，记录阿里山这段百年铁路的文化，也佮有山内的美景。映像记录として残す際に、やはり当時の私たちが見たそのままを、まあ、記録し残していけ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なメリットになります。营业的铁道文化，它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。这组团队头一届用 8K 22.2 声道普罗级影音的品质来摄阿里山真水的景致，甲马地行顶顶独有铁轨路的工法，也够修复蒸汽火车的达达滴滴。现在 4K 一小时的电影大概是100 G 左右，哦，那所以如果一 T 的话，大概就是10部电影，所以我们总共使用的容量差不多1600部电影这么大。有参加这个蒸汽车修复的同事，靠着我们去找资料的力量去把它整合文字，可以做传承的模式。这一段真的是有一点苦头。纪录片用真有力的方式来呈现阿里山的人文甲大自然，也够森林铁路发展的过程当中有重要意义的人甲故事。七月初四会伫公司播出，六月二到暗时啊，嘛伫中正纪念堂两厅院外口的艺文广场举办大型的户外首映会，予大家做伙来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